把嫣儿还给我！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有难得的天分与机缘，毁灭青云宗，然后向我效忠，我会留下你妹妹的性命。不然，不要再说了！你想要我的命，拿去好了，不要再折磨他了，哥。失去了我的亲人，失去了我的朋友，失去了我活下去的动力。我留着这副躯壳又有何用？冥顽不灵的家伙，让你再见识见识我妖族的强大，和这冬玉一起覆灭吧！嫣儿，竟然突破了我的真元禁锢！你还活着，不过这青云宗将成废墟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人族的覆灭就从东域的青云宗开始。哥哥，哥哥在哪儿？哥哥在哪儿？大师。你那冥顽不灵的哥哥已经化成灰了，跟我一起去中域吧，无牵无挂的离开也是一种解脱。给我，拿给我，不要。阿福，我这是在哪里？这是仙人的世界，因为主人快死了，所以我把主人拉了过来。啊，燕儿去哪儿了？他还活着吗？刚才我化作战甲及时护住了他，应该无恙。但为了营救主人，我只能变回本体。那青云宗怎么样了？过不了多久，就不会有青云宗了。但是主人还活着，只要我们回仙府，有仙人留下的传承，不出十年必能战胜那道妖皇分身。竟然只是一道分身，一道分身。是啊，那妖皇应该是本体重伤，所以才是分身。主人，我们回仙府吧，百年之后主人一定能胜过那妖皇，到时候。太迟了，阿福，我等不起。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现在就胜过他？这方法是有，但代价
是你形神俱灭。以我一人之命换一方平安，亦能保燕儿安然，已经很赚了。阿福，动手吧。啊，阿福舍不得主人，但主人的命令阿福只能照做。主人，一切珍重。上天行道，浮尘界，星轮破日，仙月邪。整个青云宗陪葬，他应该知足了。已经失去神智了吗？哼，也是一种解脱。紫金阴体记忆取得，该回去了。怎么回事？难缠的家伙，不过我已经玩够了。是吗？但是我没有玩够。你什么时候要死的分身？问那么多干嘛？你竟然已经知道了，那就都得死。我知道了，你没时间了，而且会灰飞烟灭。郭总。